身体直立，两脚尖分开90度，两臂举起与肩平，手心相对，两手下落至小腹，左脚向前迈步，身体右转，两手平画半圆，手心向外推出，手心相对开合，左脚横迈，两手分开，左右手上下画弧，双手推出，开合，左脚向左前方迈出，右手推出，左手向前伸，右手往后拉，左扳右拦，冲拳打出，两拳变掌，收至胸前，同时推出，高与胸平，右转开合，右脚向右前方迈出，左手推出，身体右转，捋挤懒扎衣，开合，左脚横开步，两手平开，左点脚手画弧，右点脚手画弧，上步分手，根部挤出，懒扎衣，两手相抱，上步左翻掌，扣脚转身，右翻掌左推出，右脚垫步，左脚迈出，左手前推右下按，右筋肌独立，左筋肌独立，左倒捻喉，右倒捻喉，右手挥琵琶，左右手上下画弧，两手推出，双手收回，开合，左脚向左前方迈出，右手平推，左手挥琵琶，一通背，二通背，转身三通背，挤手懒扎衣，左转身开合手，单边，左进步，左手逆时针画圆，右手顺时针画圆，撤步，高探马，右脚内扣，左脚跟步，两臂平开，右起脚，转身左蹬脚，左右进步穿掌，箭步打锤，转身右拳画弧，上步扣掌，摆连腿，两手内旋高与肩，进左步，双拳撞出，左扣脚，转身双拳交叉，胸前画弧，双手下落，身体直立。基本手法，两手高与肩平，掌心相对，手指自然伸直，目视两手之间，开与肩平，合与脸宽。孙氏太极拳无跳跃动作，身法要求姿势紧凑，并处处带着弧形，招法严密，动作圆活。习练时要求练习者后腿屈膝半蹲，大腿与小腿之间呈135度角，前腿微屈。孙氏太极拳步法具有形意拳和八卦掌的特点，讲究迈步必跟，退步必撤，就是进步时后脚必跟，退步时前脚必撤，步伐灵活稳健，
动作平稳。习练者如掌握好进步与退步的时机，就不会导致因练习方法不科学而导致的膝盖疼痛等问题，这也是孙氏太极拳的科学性与合理性。启示，懒扎衣，开合手，单边，提手上势，白鹤亮翅，开合手。左搂膝傲步，手挥琵琶，进步搬蓝锤，如风似壁，抱虎推山，右转开合手，右搂膝傲步，懒扎衣。开合手，斜单边，野马分鬃，懒扎衣，玉女穿梭，下势，金鸡独立，倒撵猴，手挥琵琶，白鹤亮翅，开合手，左搂膝傲步，手挥琵琶，三通背，懒扎衣，开合手，单边，云手，高探马，右起脚，转身左蹬脚，箭步打锤，翻身摆镰，弯弓射虎，双撞锤，阴阳混一，收势。